走，门是不可以关的，对不对？外交部怎么可以把大门关起来？这个是错误的，尤其不应该把警察推到前面当挡箭牌。所以这个政府啊，是利用警察，对不对？万分的可恶！今天杨慧茹这个网军打击的对象，除了有韩国瑜之外，还有苏贞昌也是被害人，还有赖清德也是被害人。我不晓得蔡英文他的钱有多少会用到杨慧茹网军里面。好，对不起，队长，我打个岔哈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们现在五位代表进去已经出来，我们请耿理事长继续讲没有关系，请大家不要推挤，媒体要拍让媒体拍没关系，我们民众不要移动，好朋友我们都不要移动，理事长你继续。好，我们的代表快出来了，这样子，我们票投二号韩国瑜，好不好？韩国瑜，共算！韩国瑜，共算！韩国瑜，共算！蔡英文，下台！蔡英文。大家，我们留一点。